有马来西亚的朋友知道它应该叫什么豆角吗？可以告诉我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豆角，然后我们来到居銮这边，我的公公他们都说没有见过。哎，有蚊子！有蚊子叮我！好痒！心理作用还没有顶上而已。不是，可是我就正好发现了呀，我是真的痒，痒我才那什么。你会感觉有东西在你头上吗？你这样子讲又不对，我是真的觉得那里痒，然后还那个什么的。这样是做什么呢？肯定是在政府里有点关系呗，这还用问？别话讲了，政府讲出了马来西亚的精髓，是不是有钱好办事？政府机关单位做工的。对，所以居銮的有钱人也挺多的，不过确实是看到他们家停的豪车很多哦。回来用这个我就不习惯，KL 都是往上的，它这个是转的。有个新鲜的酸柑，刚刚爸爸摘下来的，看你们要不要用。能挤一点小龙虾，能挤一点酸柑。这是从爸爸的果园摘的，是不是？新鲜摘的，摘下来的。爸爸的果园，无公害，有机的，纯天然的。对。老公，你觉得有蚊子吗？应该有。刚才都被我呼掉一个了，现在我就觉得蚊子又叮我了。蚊子只咬你，有你在我都不用担心了。因为血型的关系是吗？蚊子本来就不喜欢我们这样，你来的更不喜欢。没有了，你什么血型哦？不知道。好了。啊、我切菜，没有，我还要弄一下苦瓜。我切这个呀？不，我来切。整根弄啊？你知道怎么切吗？你给我讲不就得了吗？切丝儿的那种啊？嗯，不然因为它那个不太容易熟。我知道。我切的快。好吧，我先把这个搞一下。那不还有刀吗？这不是有打皮刀吗？我不用长皮，我给你称一下这个菜吧。好像磨刀一样，磨刀霍霍。没有必要这样子说吧。因为他那个要弄一下的，因为人家弄菜都没有这样刮的，你这整的跟磨刀一样。教你那个黄瓜的问题，我自己的，自创的行吧，自创的，这也是我自创的，这样子斜着切就是丝了，这样子斜着切是吧？对，斜着切。到了，这个刀我用完了。哦，这个快哦。
不是小块了吗？对，就切成这样子的，我都要这样子。哎呀，这黄瓜的味道好清香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阿拉古长螃蟹菜肉。你要拍爸爸呀？拍爸爸。你要拍爸爸。你要抓住爸爸。这个有点小，然后这个把它先腌制一下，像。你流口水了是吗？啊？要怎么腌？放点盐，放点那个酱油啦。先腌制一下。哎，这个是怎么弄开呀、啊？你直接抠开的。拔开来就好了。这个盒子坏了，这是大叔给我补上的。不知道家里是怎么弄的，你这个勺我也。不像我自己那个勺，你少放点。那个勺挺大的，你不要满满的一勺那么咸了、啊。那我先少放一点，淡一点越咸了、啊。太爽！然后被蚊子叮了，我终于又被蚊子叮了。为什么蚊子吃我？放点胡椒粉。我做饭就是酱油和胡椒粉。乱七八糟，这还需要大厨指导一下，还要放点胡椒粉儿。大厨，你啥时候上个手去？改天给大厨展示的机会。你最近不是有那个酱吗？那个酱。等一下，要先炒一下吗？基本上有那个酱就很好，味道就。这个黄瓜的味儿真好闻啊，有股清甜味。本来要变成蛋饼的，变成要
洋葱炒饭。这个是我做的，这个是玲玲做的，这个跟这个是我做的，这个是我老公做的。好了，开动了你们。爸爸，你等一下评价一下哪个做的。啊？你等一下评价一下哪个菜最好吃。评价一下哪个菜最好吃。哦，每个都好吃，好好吃，说不出。不是爸爸，你要评价一下的。好的，好吃的说不出。爸爸，你要评价一下哪个菜好吃，符合你的口味。哈哈。放这个去了。没有没有，爸爸放这里，我拿给他。我拿什么？你看。苦瓜好吃、啊、嗯，这个好吃。爸爸说你炒的好吃。嗯，这个做这些菜你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，平时自己做。爸爸，可能我炒的两个菜会有点辣、哦、他们我放的辣椒可能有点过量了。果然我觉得辣，爸爸吃的那么热辣。放这个边儿上。你们往那推一下，我就被大就被小了。哎，也真是、哦，你说一套里边拿出来怎么一个大一个小？往边上推一下。不用推，不用推，拍不到。您觉得这个豆子味道怎么样？你吃过这个豆子吗？没有。我觉得豆子肯定辣了，辣，嗯，就挺辣。爸爸可以拿这个勺子款，要是没有勺子就。这就是那个豆啊。嗯。是啊。等视频发出去，看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叫什么豆。这个放在前面，他比较喜欢吃这种东西，我不吃这种东西的，叫这两黄瓜啊。嗯，黄瓜。啊，快快快快！嗯。那大叔，你就多吃点这个苦瓜吧。嗯。黄瓜好吃。你这个黄瓜可以吃啊。嗯。入味了吗？这个教你怎么吃，很简单吃啊，这个很简单的，不用剥壳的。真好吃，它符合爸爸的口味。芙蓉蛋，本来要煎成蛋饼的，那个粘锅了，就炒成鸡蛋了。但是挺好吃的，嗯。以后玲玲可以多做，嗯。它居然有人卖，有中国超市了吗？这个有点那叫网红零食，有啊，卖网红零食的，也有卖一点中国的东西，杂七杂八什么东西。在哪里？绿源。这个有点，火候有点过了。错了。嗯。我现在要早点出锅。然后让它还有一点热度，余温，它会焖到它很熟。你有去那个买东西吗？你说的那里？有。贵吗？还好了，我感觉货品不是很全。辣呀，可能爸爸吃有点辣，是不是辣？这还是你懂爸爸的口味。因为是我做的。你就说爸爸偏袒你哦。你们做的时候是硬菜，结果输给一个炒鸡蛋，就是搞笑了。
咦，爸爸上次不是说种那个释迦果种了吗？释迦，释迦果种了吗？好像没有播上来吧？什么果啊？释迦。不好意思。成长不理想。以前在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就问一下，好像记得有这么个事儿。我种了两手，哦，以前你买种子是吧？不成，对，发不了。嗯，放在那边没有动静，在泥土里面，应该坏掉了，忘了生长了。但是，过去的种子呢，还是。不适应这边的环境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嗯。那种子应该是放在水里面，等它坏掉了再装。嗯。理论是这样啊，有些是拿梯子包住，放水下去给它发芽。一定要长芽先。不是，你要泡水长芽先。每种不一样啊。基本上种子都是这样的。要先剥掉那个外皮，它长芽了，你要剥掉外皮。哟，那蜘蛛。弹掉用手指，弹掉还弹掉。有点怕咬我，不咬人的。我就奇怪，有一只东西跳来跳去，叫什么？鱼。你怕咬你不怕，不怕咬你是吧？不咬人的蜘蛛，因为隔着衣服嘛。被我在你身上，你帮我叫。跟你做的老板会感觉如何？这顿饭你买单啊？做老板必须买单。对呀、啊。再点吃啊？不够再点了。点了你再去炒是吗？